素颜还戴上大眼镜，拿着香边哭边拜，谢欣上个月27号被直击到金山祭拜恩师寇丧黄义雄，而这也是他跟阿翔爆出不伦恋后首度现身。谢欣失神到摇摇晃晃，情绪更是失控到一个小时内爆哭4次，脸色也憔悴不少，身形估计瘦了至少7公斤以上。这是我们的谢欣跟阿翔当初就是被寇丧领进门，两人同公司10多年，据传 Grace 跟谢欣会接触都是因为阿翔，两个人其实不算闺蜜，还传出曾经帮阿翔追过 Grace。 最感谢的就是我的老婆。事件爆发后，阿翔跟妻子展开了澳门的修复之旅，谢欣事业重挫，规划将做公益，不伦恋付出惨痛代价。三立新闻综合报道。